赵一鹏先生自小受到了父亲赵斌先生的严格教育，在学习文化的同时，习练太极，也是杨氏太极拳的嫡传门人。近年来，先生将太极传播了世界各地，门生众多。 崔仲森先生也是当代杨氏太极拳的杰出的代表，他的祖父崔一世先生为杨成甫的著名弟子，是北京陈氏杨氏太极拳的开拓性的人物。在去年天坛中国、印度两国总理的太极瑜伽外交当中，崔仲森先生作为中国太极拳的优秀代表，现场演示讲解中国太极拳。 太极游龙拳表演做好准备。太极游龙拳表演做好准备。